彪，嗯，我带你去见一个我20年没见的朋友，玩游戏的时候认识的网友，是不是基友啊？基你个头！你以为玩游戏的就是男的？哦，我们进超市买点东西，买点水果去啊。好，嗯，走了彪。村长啊，你以前也没见过他？没有，以前都是在网上见的。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03年嘛，03、04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开网吧玩游戏，那时候又不懂事，我天天玩。现在大家都成家了，然后我们平常都是在网上聊聊的。现在我们带两个瓜去城市生活啊，刚好我们也在来宾这里，从老皮家出来，离他那里又那么近，所以说就过去看一下啊。好。这个店还是挺不错的，我有吃有喝。走，生意好不好？还可以，刚刚忙完。啊，哎呦，你看我，他们来都是抽过来，每个人都没有。天气热啊，天气热，吃瓜。那我先在这里坐一下。什么茶？先坐两杯茶。阿彪，你喝什么？啊？螺蛳粉啊、哦？我要水果的就可以了，果汁都可以。没有，是不是跟我去到哪里都有称职称呼？对，啊，对，这个螺蛳粉好吃。来到柳州的螺蛳粉肯定好吃啊。我现在做绿植，我本来说想抽两颗过来给你的，然后但是我去我朋友那里抽不了那么多了。你直播的时候我去买完买一点。不用买，我直接给你寄过来。直接一排去，我还说今天太贵了，我那个是发财树。我直接给你寄过来。我说要那么高，因为我在外面要摆两张。你把地址给我，我直接给你寄过来。每次都要你送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没事。我下次带你家一起过来这里玩一下，吃那个还有好多东西，小朋友都可以吃的。你这个奶茶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我们在柳州鼎家那里学。我以前也开过奶茶店啊。那个应该生意不好倒闭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这里生意好不好？行，今天早上忙到现在还行。吃，那你还没吃午饭？没有，我早餐都没吃，我早餐到底怎么了？那你先吃啊，我没事没事，我们在这里喝一下茶先。没事，那坐啊，我看来跟你们一起吃。这个猪脚吃不了辣。没有，他可以吃辣的。那你不是给你有果茶了吗？一边。嗯，标配。对，这个是标配。嗯，螺蛳粉配果茶标配。让你尝一下粉，你就说你不吃螺蛳粉的，那就吃猪脚吧。我吃猪脚就可以了。想着以前我们玩游戏的时候，转眼就到现在的20年了。那时候还没结婚吧？大家都没结婚。大家都没结婚，现在你看小孩都读初中了。大家都有事业。一转眼真的是。网吧也不好做了，以前大家都做网吧。嗯。现在都。以前都是做网吧玩游戏，天天通宵也不觉得累哦。对。所以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不进步的，社会就淘汰你。这个猪脚够大。微辣可以。你做这个店，你可以拍视频呢，拍视频就可以收学徒啊，又是你反正不懂就问我就可以的。开始学的时候就请教你们当师傅。没有。肯定啊，这么多年了。过来这里都喝了几杯奶茶了。没事，要多来一点。我认识了，我就过来你这里做啊。就每次来的时候就发个信息，基本上都在店里面了。反正我们也没见过面啊，20年都没见过。那我们回去了，表。嗯，好的，现在有时间就多来吧。好，有空去我们玉林玩。可以去吃荔枝。好，不用给了，晚安，恁哥的账了。走了哇。有时间要过来。好，好生意啊。嗯，老板啊，奶茶。走了，真的走了。过去给你朋友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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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